我的一楼漏水，天花板漏水，我付钱。三楼的天花板漏水，我付钱。你就知道这是多么要人和为贵的一件事情。请问，我没有打算要跟大家收钱。那如果今天也有人，他就在那里修一修，然后来叫我付钱，可以吗？只要是家人就有房子的继承权吗？对付坏邻居，20条款真的有用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尤杰律师，将在好房网与吴大牛一起聊聊你该知道的法律知识。记得先订阅好房网，开启小铃铛，线上见哦。